级汽车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！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竟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哼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！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哈哈哈哈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白老虎，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到底是怎么回事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会灭火，没错。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我是巴斯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当然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守护朋友，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嗯，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酷宝太棒了。
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啊，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！出发！别走小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，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！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。炮弹，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格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。超级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危险的兔子车，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
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不进车，哔哔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砰砰砰砰，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没错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闯祸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
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火，大火，大火正在燃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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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林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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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救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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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第五，灭火灭火，大水炮砰砰砰，哇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哦，救命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哎，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浓烟，浓烟，到处蔓延，迷路，迷路，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，大树，大树。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，开启雷达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，抬起水泡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安全了，哦，安全了，哦，安全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。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嗯。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
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罗嘟嘟、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。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变身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来啦来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是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。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。 Yeah。 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弹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！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他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车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土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雪花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，春飞救援快快快，大大冰块装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卷两卷云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吞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空空空，冰墙倒下了，气死我了！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！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愤怒的蜜蜂。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哦、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！啊，好多蜜蜂！快跑！救命啊！来了，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看新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没问题，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更
了，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。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汪汪汪，右边汪汪汪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！嘿，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！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水花呀花，汽车能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了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，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一无敌无找到了。站住！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泡泡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嗯，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博物馆风波。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
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正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。所有雕像都倒下，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，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，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！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呀飞，飞呀飞。我来啦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。我来啦，发射光火治疗你。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失控的赛车。
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过速赛车，前方。超雷达警车，快车。大力士吊车，大力。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，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，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，顺住轨迹，拦住路口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吹呀吹呀吹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。滴滴，警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，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扣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超级快递。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
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嗯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咦，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虎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大炮出租车，妮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飘啊飘啊飘一飘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农场的快递。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
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的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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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你们
看，冰面裂开了。啊，快跑啊！胖嘟嘟，你怎么不跑呀？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嘟嘟，马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啊！胖嘟嘟，你怎么了？拉嘟嘟和马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面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。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go go，紧急救援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，这么动不了了，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做得好。怎么办，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，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，冰面太厚了。嗯，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吊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啊啾啊啾，谢谢你们超级汽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不报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。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
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嗯，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啊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哈擦擦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，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，嗯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追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，我要帮帮他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
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升的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脚踏车，瑞博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沙嘟沙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。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。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。话筒音响，还有钢琴吉他。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，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，把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。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轮摊摊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。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啦。唱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